到 IVU 思维频道，我是 Mini。 那今天我就想分享几个我的穿搭灵感。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穿搭和单品的选择来隐藏我们这些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在夏日里穿搭的一些棘手问题。其实阔腿裤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修饰我们下半身的这样子的一个单品，我们的胯部、臀部还有腿上的一些赘肉都会被它藏得严严实实的。那夏日里的阔腿裤的选择跟秋冬季还是有差异的。首先在面料上，我们应该选择尽量轻薄飘逸的面料，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那种厚重感，尽量选择比较高腰的款式。一条阔腿裤它设计的比较好的一点是在腰部的地方，它有一个绑带的设计，当你把它勒得更高一些的时候，就可以提高你的腰线，拉长你的腿部线条。另外在款式上，我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选择阔腿裤，尽量选择刚到脚面或者可以再短一点，比如说9分这样子的长度，露出你的脚面和脚踝，这样子的话就会显得没有那么拖沓，也显得更加轻松飘逸一些。在裤脚的地方它有一个小开叉，而这个开叉它的位置刚刚好，就是指到你的小腿的肌肉的部分，所以它这个开叉会让你的小腿部分的线条更加的纤细一些。另外我觉得这条裤子它设计的特别妙的是它两边会有一条这样小翅膀一样的，当你把它绑在前面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像是一条裙子一样，然后走路的时候呢，特别是有风的时候，你走起来它这个裙摆就会打开，然后在不经意间露出你的小腿的线条。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特别的有一个小的巧思在修饰我们的腿部线条方面。另外呢，如果你就是觉得说啊，我们那儿没有什么风，我走路也没有那么快，那你可以把它这样子绑在后边，然后这个小带子因为它比较长，所以我会绕一圈把它绑在前面，就是简单的把它绑一个小小的结就可以了，然后看上去也特别的轻松活泼。这时候可能有很多小伙伴要说了，哎呀，我的肩部不是很好看，就是又壮肉又多，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夏天穿吊带衫好吗？千万别担心，因为其实我的肩膀应该是属于非常非常宽的肩膀，但是其实大家应该在现在视频里看我的肩膀，显得不是特别的宽。其实我的肩膀是那种穿所有的衣服对外边这个地方都会凸出去，就是说会占掉袖子一部分布料，就是这个肩膀袖子的这个接缝永远在这个吊带的位置，就肩膀完全会凸出来那样子。但是穿这个大家现在也能看到，其实并不会显得我肩膀特别的宽。其一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发型它下边会比较蓬一些，所以占掉了一部分肩膀的位置。另外呢，这件吊带衫它在设计上为什么特别适合我们这样子宽肩膀的女生呢？是因为它这个肩带其实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是从领子的部位逐渐延伸上去的，这样呈现一个三角形的这样的造型，这样的话就会尽量露出我们脖子部分的曲线，然后拉长我们的这个从脖子到胸部这样的纵横比，那么这个纵向的部分就会裸露的多一些，这样子就会让这个纵横比看上去更加的协调一些，同时在视觉上就会让我们的肩膀显得没有那么宽了。那我在穿这件吊带衫的时候呢，我会把它勒进我的这个裤腰里边，就会显得你的上半身很短，然后显得你的腰线非常的高。在夏日穿吊带衫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走光。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觉得特别好用的小东西，就是这种照片贴胶。它是被这样子已经裁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是两面的，大家就只需要把它这样撕下来，一面贴在这个衣服的边缘，然后贴在我们的肉上就可以了。这个它的价钱要比我们去买那些专门贴衣服的要便宜非常非常多。那夏天的时候穿吊带衫，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搭一件这样子的白色衬衫，其实就不用专门去买，就是在家里边随手拿的衬衫就可以了。但是在面料上呢，可以去选择尽量轻薄一些的，哪怕它有一些半透明或者透明都没关系，因为反正你是搭里边的这个吊带来穿的，大家可以给它随意的这样的系一个结，不用系扣子，让脖子部分的线条更加好看，然后也显得更加活泼一些。袖子方面，如果大家觉得像我这款的话，夏天穿可能就会显得有点长，就是干什么不是太方便的话，也可以这样把它卷起来，那整
整个搭配看上去也更加利落一些。其实是一个就是很随意的搭配，但是又可以实现很多的功能性。夏日我觉得 A 字裙是一个特别特别值得推荐的单品。那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一件 A 字裙，它是一条连衣裙，同样它的上身也是非常修身，它的整个款式看上去是非常非常简单，颜色方面也是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白色。那它在剪裁上可以看得出设计师有很多的小心思放在这条裙子上，所以我特别的喜欢它。今天也想就是通过这条裙子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夏天如何选择连衣裙，可以让我们的身材看上去更好一些。那这条裙子它的这个收腰的部分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在穿上身以后就立刻拉高了我们的这个腰臀的位置，让我们的最细的部分向上提高了大概有5厘米，让我们的腿显得更长，然后腰显得更细，胸部以下和胸部的侧面都有掐线，这样子帮我们营造出了一个很明显的胸部的位置，对于我们亚洲女生胸部不是很丰满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修饰效果。另外它这个领口呢是今年非常流行的这样方领的设计，让我们的这个脖子和胸部的线条显得更加性感一些，但是它的这个方领呢这个边儿又不是特别特别的直，它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弧度，这样子会让我们的胸线看上去更加的好看。这个肩部的部分露的太多了，就像我刚才前面说到的，可能会对我们这种肩部比较宽的人来说不是特别的友好，但是这条裙子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它的这个肩带首先比较宽，就像我刚才上面说到的一样，肩宽的人就选择肩带比较宽的这样的款式。另外呢还有一点是它这个肩带非常非常的靠外，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到这个胳膊的衔接的地方了，所以其实它会显得我们的肩膀很窄，就不会显得肩膀那么的壮了。那我身上这条裙子是最小号的，另外上身以后是非常的收身的，这个布料它挺厚的，所以它有一定的定型效果，但是它又不是很硬，所以穿上以后还是非常舒服，感觉很软，所以虽然它很贴身，但是它穿上完全不会有很勒的感觉，像我们平时跑啊跳啊蹲啊这些都完全没有问题。那同样呢，大家会觉得吊带的款式比较暴露比较不防晒的话，也可以在外边搭一个罩衫这样子，因为里边的那个裙子就比较短，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在夏天选择一个长一些的罩衫，这样的话呢可以中和一下，让我们的这条裙子穿的时候不会显得过于的性感，同时呢也可以帮我们防晒，防肩膀防胳膊还有防腿。那我上身选择这个 top 呢，它是这样子抹胸的设计，然后带两个细细的肩带，但平时其实我不太会选择这样子的款式，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会显得肩膀比较壮比较宽一些，但是这件它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非常非常夏天的感觉，所以就忍不住还是把它买了回来。但是为了解决它这个肩膀部分暴露的太多的问题，我给它搭配了一条背带牛仔裤，更增加了它这个活泼的感觉。为什么要选择背带裤呢？就像我刚才前面说的一样，如果你想让你的肩膀看上去不要那么的壮的话，在选择上衣的时候要选择肩带比较宽的，所以穿这条背带牛仔裤就可以增加一个比较宽的肩带，这样子的话就会显得肩膀更加的纤细圆润一些，而且呢又可以帮我们遮一下肚子上面的赘肉。另外呢我选的这一款它是一个大概8分裤这样子的一个长度，所以在夏天穿是有那种非常清凉俏皮活泼的感觉的。为了在夏天更加清凉一些，我们可以选择比较短款的上衣，它可以很好的遮住我们肩膀部分的一些肌肉。要不我穿上给大家看一下吧，大家看它现在上身就是这样子的效果，会显得特别的女人味儿。同样的你也可以把它这样子拉下来，这样可以很好遮盖我们胳膊外侧的这个比较壮实的肌肉。那同样也可以搭配这条牛仔裤来穿，就增加一些随性的感觉。同样还有一个类似的款式，就是我在视频最开始的时候穿的那条，就是这件我也非常非常喜欢，我觉得夏天去海边度假什么的穿这件就特别的合适，同样也可以修饰我们的这个肩宽的问题。另外它还有一个这样子的飞边，可以挡住我们这个肩膀最壮的这个地方的肌肉，相信大家在夏天里都会至少选择一款
碎花单品。碎花单品在选择的时候，我也有几个小建议给大家，因为它本身图案会比较有一些膨胀的感觉，所以在款式的选择上，大家尽量选择一些比较柔美、比较收敛这样子的款式。那我身上的这款呢，是一件黄色带浅蓝色小碎花这样子的图案，那材质上也是这种非常轻薄的纱质的材质，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很透的，它在肩膀和手臂的位置都是这样比较收敛的宫廷风的感觉。那这样子的衬衫款式的上衣，在选择的时候建议大家选择这样 V 领，这样子就会让我们的脖子线条看上去更加的纤细一些，另外这样子的宫廷风的袖子呢，又会让我们的肩膀看上去更加的柔美，更加的纤细，而且可以有效的遮盖我们胳膊上的赘肉。那穿紧腿裤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衬衣塞到裤腰里面去，这样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就是最前面的部分塞到腰里面去，这样子衬衣的衣角可以自然的下垂，有效的遮住我们的这个胯部比较宽的位置，那后边臀部的位置也可以被衣角遮住，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被解决了。好啦，那今天要分享的夏日穿搭小灵感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帮我点击订阅，帮我点赞。如果你有什么夏日穿搭的小灵感想要分享给我，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弹幕发起来哦。国内的小伙伴可以在 B 站和公众号找到我们，在微博也会每天 po 一些我的穿搭和有趣的生活，如果感兴趣的话记得关注我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